熟成牛软嫩鲜甜，油花更集中，是顶级美食。除了牛排，还衍生出熟成三明治和熟成罐头，全都狂销热卖。不过熟成需要把肉放在低温环境，让肉的蛋白酵素和微生物崩解纤维，肉品表面会长出霉，需要定期清除，并仰赖专家监控。现在熟成热潮泛滥，引发滥竽充数的忧虑。ちょっと肉をこれ腐らせ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っていうような。 东京调查发现，当地业者熟成时间从14到100天不等，差别极大。更有业者疏于卫生管理，让牛肉染上李斯特菌和金黄葡萄球菌。最恐怖的是吹起 DIY 熟成的风潮。专家提醒，熟成是一门大学问，环境必须完全控制妥当，千万不要自己搞熟成，否则恐怕会中毒甚至送命。记者朱兰超、魏有德报道。